就要来学一下我们这个六组的基本戏曲动作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小雪老师带我们感受一下这戏曲的魅力哦。来，我们掌声一起欢迎小雪老师。耶，小雪老师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学习第一个动作，那就是提甲。好，我们跟着小雪老师一起来做哦。来，准备姿势，双手放在腿旁边。好，来提甲开始，一二三四。哦，你看到那个甩头吗？那甩头非常重要，就甩头两下，而且你的眼睛呢要非常的有精神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剑指，二二三四。好，甩头了。那第三个动作，单山绑，三二三四。第四个动作，顺风旗，四二三四。第五个动作，拱手式，五二三四。哇哦，最后第六个动作，赞美式，六二三四。哎，就是竖起大拇指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称赞别人，称赞自己的意思。好，简不简单啊？ OK 了，还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要跟音乐一起来做动作。哦，增加难度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跟着小雪老师的动作一起来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 So we're just gonna follow our teacher over here and just follow the actions with music this time round. 好，老师，乐起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双手下垂在旁边，准备好了，即将就要开始了。我们第一个动作记得了吗？提甲是第一个动作。一二三四，第二个动作剑指，第三个动作单山绑，第四个动作顺风旗，第五个动作拱手式，第六个动作赞美式。太棒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赞美自己，用这赞美式来赞美自己，好不好？来，再一个，来，一二三，耶、yeah! 谢谢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都很棒。